点点。Hello， 大家好，我是赖雅妍。现在呢，是我们拍《明朝东面》的空档，其实是专程，所以我要来回答一些大家在网络上留言，希望我可以回答的问题。碍于时间呢，我们就尽量从中挑出一些比较有创意或者是比较机车一点的问题来回答大家。好的，第一题，拼称料，想要请雅妍推荐一本近期阅读过的书，让我们防疫期间也能够像雅妍一样自我提升，或者推荐大家可以在家消磨时间的好方法。我最近阅读过的一本书，其实它是一个童书系列，叫做爱的，不是爱的迫降，是爱的仪式。它是那个冥想雪松系列的第九本。如果大家有兴趣而且有时间的话，可以从头开始看。那他在讲的呢，其实就是人要回归自然最原始的生活方式，跟如何提升自己的能量。是的，感觉上那个声音有点不一样。对，我们能量因为提升了，所以发电机也响了。还有什么可以消磨时间的好方法，做自己会开心的事情？像我自己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天一定会泡泡咖啡，做做甜点，烘烘焙，然后你在做能量会提升的事情的时候，你心情会跟着愉悦。其实防不防疫，待不待在家里，或者是居不居家隔离，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都在做一些快乐而且正能量的事情。耶、yeah ，好的。新三样，请问妹妹何时可以学会开直播？这题非常简单，我只能用两个字跟两个音节来告诉你，不会跟 never。 对，就是我对于直播这个事情呢，还是没有很连接，我还是觉得做一个山西智障是一件蛮好的事情。韩星宇他有三个问题，拍完电影后的现在还有办法摔人吗？老实说，只要那个人他会自己摔倒，我就不审他。第二题是，今年番茄姐姐还有出来报道吗？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就是育苗跟送人，还是在做农夫，但是我可能来不及等他长大。来不及等他长大就送人了，是一个生母送养孩子的概念。OK， 好，对不起。为什么我家的番茄都只长叶子？关于这一题，我跟你讲，我可以跟你聊很久。如果你的番茄只长叶子的话，第一，你在它大概这么高的时候有摘心吗？你要帮育苗的那个苗要摘心，它才会长得比较壮，它会开始开花再结果。再不然呢，就是它其实准备要开花了，只是它的土的养分不太够，所以你可以简单施一点薄肥，枝叶会更茂密之外，它会开始开花，开花之后就会结果。我跟你讲，聊到这个农法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很多可以聊。好的，陈宇，妹妹现在的饮食是不是只吃菜，完全不吃肉？有什么菜是真的没很爱吃？我现在呢，就是80%是以蔬食为主，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身体需要或者是想吃肉的时候，我还是会吃肉。那我自己就是特别喜欢吃蔬菜，所以我会以蔬菜为主，其他我都很均衡，饭啊面什么都吃。然后以前会有很多这个不要吃，那个也不要吃，但现在我都很能接受，我只是没有办法接受那种生的蒜头，就是那种蒜味很重的，或者是没有经过料理过的蒜，我会很怕。然后还有鸭制品我不吃，牛我也不吃，哎，反正我也不吃东西很多啦。对啦，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就是我会很讨厌这样子。好的，小兰，赖妹妹，你在摔跤这场戏有没有最有趣的地方或困难点？没有这场戏，是有很多场。就是我们为了拍《逃出立法院》，其实真的整整特训了一个月，就是为了希望那个摔跤的动作能够非常非常的到位。我们很多很多的场景都有摔，或者是很多的套招，必须要尽量的自身去完成那个动作，所以它不是一场，它是有很多场的打戏。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我觉得应该不是说有趣，应该是说当你完成那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非常非常有成就感。因为其实每个动作都相当的高难度，对我来讲，摔跤原本离我的世界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可是因为拍了《逃出立法院》这个电影的前置，让我觉得原来有一些动作经过训练是可以练到各种飞起来然后摔人，我真的觉得非常有趣。我觉得应该不是说有趣，那困难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懒的人，
对于我不熟悉的主题的话，其实我自己的接受度会很低，但是为了想要完成这个电影的高难度动作，所以有一点激发自己的那种潜能吧，就希望说自己能够在很多不可能的场景，然后把那个状态做到可能。跟我对手戏是很耗成的，然后我居然可以完成这些动作，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棒，虽然很困难，但是完成了觉得很爽。谢嘉怡最近神影有什么新的技能 get？ 继农夫之后，我又有一个新的想法，觉得我可以在家里开一个自家烘焙坊或者是甜点店，因为在家没事就是吃，因为我很喜欢东摸摸西摸摸做很多事情。配咖啡最好的东西就是各种甜点咯，各种不同的面包咯，如果做得很完美或做得很好吃的话，心情就会非常好。 Anly 蔡他想到一个非常有深度的问题，大爷，你有缺口罩跟酒精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实际，也非常的到位。我相信每个人都缺口罩跟酒精，但是我真的觉得还是要郑重呼吁，除非我真的有要出门或非万不得已要工作，不然的话，其实我会觉得我如果待在家里的话，我可以省很多口罩，留给那些真的需要上班、真的需要去搭大众运输系统、真的是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他们真的非常需要这些物资。所以就是你知道，身为少女的好处就是这样子，真的很节省物资。OK， 木华，请问赖妹妹的谐星之梦完成了吗？教大家去看《逃出立法院》，算是完成了。平常看到就是不是很正常的妹妹，对不对？但是你们会在逃出立法院看到更奇怪，而且有一点坏掉也说不好的妹妹。好的，很厚，很多问题呢，怎么会这样子？